这人情是实在，你经常去有福建，不如出去。
外做行走以后，我说这几个议题抛出这个议题嘛，啊，抛出这个议题，你们说啊，公园这个青年干部啊，这青年干部，因为你是去外面，这大家拢叫你哈嘛，啊，到这里你对谁到外面呀？我认真想说，大约三千米呀，就是吧？哦，干部几天来啊？啊，那个哦，啊，你们叫就地。难道这些，我就把周围人我也会叫来做事。啊，怎么理解今天这个样？啊，这么久呢？哦，这大概在清华里面是得住。那个高级生是小学员，你们你们变成对白。我按照电报，这一天就到北京了，这几年咱们也不怕。现在是考官多，考官。无言啦，你老中央上无言，即行官无言，人家你办到你忙，你办到你，那这下你会上上，你上上又会变，下面下岗啦，下面下岗，下面这下这个啦，这下岗啊，快不去啊，今年啦，这个老中央上班多的，我这教学生多，都是忙的，你知道不？都，他们这技术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你也上用。这个时阵先修，要先修，一时间先解决我们考验呢。那家下人照过去，等，叫麻烦人来啊，都看看两面好。哦，啊，但是新人他当然都是怎么样？你叫你这有义务就拍到你话怎么样？但是这有义务在行业当中，义务就要听这些有义务听的话。这都单单，这都单单呀，双方这个分析，这个分析，你这多少钱呀？十根不见光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这一点话都让你，第一件事，第一件事，第一，那那些其他其他的事情嘛，何况我这呀，对不对？我哪去讲？好，我哪去讲？阿叔，阿哥，你拿外面说好不好？我哪去讲？啊！你看我这穿高衣，啊！你喜欢这边穿吗？嗯。哎，你听我，你喜欢这边穿吗？啊，喜欢这边，你就跟着苏亮吗？哎，你今天哎，我你知道什么？给盖一百个工作，全明显，主任一百个工作，哦，一百个工作也好，你能出发吗？那他接上不接？那看你那他一天也花了两三天，你的工资怎么样？那你算算，所以呢？新手或者就新手就下来洗一遍，全部都掉了。你看，其实你都好，其他不是，其实我说好干嘛？许多的房租，看地销地文号，人过来了。嗯。你都属于干部的部门的门员，你是干部官员，叫干部员。目前的目前或者是这些目前或者那个的目前或者是这些呢，不是更多一些多。就是讲，你现在是干部官员，还是干部员？你现在那个退休了，还是没退休了？哦，那好啊，那就变化了。嗯。现在不晓得了哈。现在在搞什么？你现在在那边干什么？我这个，这干部的电话呢？现在干部的面子呢？你这搞了什么？你这个立马见人家。那说有一些告诉我去操他们，我他说我那操他们，操他们，你我那里讲说操他们还怎样？你看别人家操他们，这就是告诉，告诉到处告诉你，啊不然哪行告诉他，哪行哪行告诉，关键你这些事情要，因为有些事情考虑到他闭关的，现在有些要求要靠情况反射，他就修改了。今年呢，啊，这里呀，一些下来哈，很多话能够施工，目前民众都给地轨分归，不给分归，一直等，啊等，我不叫了，哎，这下子我看看看看呢，这电视里看看看呢，听说我到远方跑哪里，啊不，你们叫跑哪里？这个到处跑，到处去，干很多事情过了，我跟提供。我叫我就像那里这几年提出来，不，哎呀，都偏低了哈，偏低多少了？
但你现在看起来就干干，你说你先设老鼠，你先设老鼠，你先设这个什么下这个里面，这里面但是说那些人说这些人家这个人家不要买单，不要不要让他们买单，来这些。